OK，我忽然发现一个超酷炫的，哦，我忽然发现它的指纹辨识怎么这么厉害，超级快速，看，哇，我忽然发现它的指纹辨识还蛮厉害，就是碰一下，我忽然发现它的指纹辨识还蛮厉害，就是你这样轻轻碰一下，我忽然发现它的指纹辨识怎么这么厉害，非常快速。碰一下就开了，我真的碰一下就开了，你看，哇，超快！